笑，面向东方，看镜头，掀头皮，看内衣有没有扣。Hello， 我是燕婷。去年呢，我有拍一部网美表情教学的影片，大受欢迎，所以呢，我就决定来出个续集，让 Instagram 充满照片，那就是网美头贴大解析。先来复习一下，第一个表情，表情呢是拍照的重点，所以你的态度跟眼神要出来，不笑、微笑、大笑。啊，第二个方位，东南西北，东北西北，东南西南，随便你想要头转哪里。第三个手势，手交叉，微挤奶，我没有奶，所以自己去找图。检查内衣有没有扣好，各种托腮，拳头托腮啦，两拳托腮，手掌托腮，两只手掌托腮，手指托腮，手背托腮，反正就是运用整个手掌啦。当然呢，你也可以点痣法、酒窝法、遮口臭、抠牙缝、剥嘴皮、掀头皮、找头虱，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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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最后一个呢是配件，女神风扇、帽T，随便的一个物件。OK， 要素大部分都讲完了。Combine， 不笑，西北方，手交叉，微挤奶，大笑，面向东方，看镜头，掀头皮，看内衣有没有扣。啊，正前方。手掌托腮，有点魅惑的不笑，东北方，哈，掀头皮，回头，大笑，女神风，大笑，东北方，遮一下口臭，左眼壁，微笑，东北方，找头虱，女神风，帽子戴好，锁紧，闭右眼，包着嘴，西北方，拳头托腮。天哪，好累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我同整网美 Instagram 上面的头贴拍法，脸真的差点抽筋。我用你的五官搭配你的手掌，还有肢体的协调性，再搭配一些身边的物件，你就可以拍出完美的照片。很麻烦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呢，就是网美的头贴大解析。看我今天应该可以换头贴了。你们也赶快去拍拍看吧，拍张照好累。